蔡永辉真正是五界好囝婿，为着这家伙啊，这么打拼。若是有珊珊无去啊，伊一定会足伤心。啊，不过伊嘛当得到吴珊珊的一切啊。哎，蔡永辉，你真正有够戆诶！我若是你，我就放好吴珊珊死。趁少年的时阵，赶紧去找一个年轻妹妹，爽爽啊过日子。若是蔡永辉会当跟我做伙，提早五届一切，站伫我这边，我保证会当用天成集团的基础，绝对有法度赚到十倍以上的利益。我会当联手变成顶流富豪。哎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以我对人的了解，蔡永辉永远无可能站伫我这边，所以到时阵恐惊你卖变做我努力的绊脚石。啊，若像老鼠迄款小石头啊，我一踢就落去水沟内底啊。啊，不过你也无同款诶，我恐惊到时阵哦，待出动碎石机，这法度能解决你这粒大石头。永辉，失礼啦，想叫你伤过正直，伤爱吴珊珊。永辉。应该公司开了啦，先慢吃吧。你这两天先去休困啦，明仔再处理啦。喂，念婷啊，珊珊无去啊？啊，谁都会无去啦。啊，你有去调监视来看无？啊，那安尼啦，好，我即马过去。永辉，你讲什么？珊珊无去，我跟你去啦。唔免啦，你伫遮哦，袂饱啦。啊，燕婷讲哦，啊，无人哦，入去病房啦。啊，只有可能是珊珊精神会走出去，我去看麦啦。啊，唔过珊珊都这尼久啊，哪可能一精神就家己走出去啦？啊，好滴，我去看麦啦，你伫遮陪伴吼。恁敢有人去挡吴珊珊？无，紧派几个人去伊病院附近找看麦，我即马过去。刚刚真正发生奇迹，珊珊惊醒啦，伊且个家己走出去病院。那是较早处理的药，确实是有人受重伤昏迷了，安尼迷迷糊糊走出去。啊，不过无啥物行动力，到最后恁黄了等来处理掉啊。那是吴珊珊，嘛是这款状况，那呢今嘛就是动手上好的时机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寒的呢，我知影敢有人会当借我手机啊，敲电话给永辉。遐足光的呢，敢是便利商店啊？去遐应该就安全啦。燕婷，啊，你那边问了安怎？有跟道长讲吼，调一监视器的画面出来了。他们讲吼，看无啥清楚，那个人敢是珊珊的。那呢，需要搁较侪监视器画面，才会当甲状况摸清楚。我拄则嘛问医生啊，医生讲珊珊应该无可能离开病院才对啊。到底遐遐尼久啊，身体一定足虚的。无去哈，即马到底什么状况啊？我嘛拢去问过啊啦，啊因就讲吼，无看到有人入来啊，啊即马在甲阮大嫂讲调监视器的画面啊，看有法度吼看清楚珊珊是走去倒。珊珊一定是从掠走的啊，伊病床上蹲很久，哪有可能趁过啊家己离开？我嘛是安尼想的啊，啊不过就无参照有人从离开的情形啊。
而且珊珊的状况吼，咱嘛知影啊。伊即马吼，就算有人带走，嘛应该是爱坐轮椅啊。所以才会从迄监视器的画面出来，咱应该嘛是较好找到人啦。会不会是珊珊真的醒了？她之前听到乐仙讲话还流眼泪。那珊珊若是醒过来，伊会当倒伫病床，打电话甲咱通知啊。哎呀，这无一定啦，伊即马可能哦，佫神志不清，啊，惊讲是派人家关伫遮。哎，惠弟，这摆拢是卖药啊，先找到珊珊上重要啊。哎，永伟，你要来啊未啊？哦，永伟哥吼，讲伊在路下啦。哦，阿伯，大家到三江，搁找看卖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也去医院外面找找。好，我嘛来去。哎哎，小蛋，这种小人在家等消息啊。好啦，阿伯燕婷，你先留伫遮，有啥物情况，你赶紧打电话给我，吼。好啦。哎，给给给。这永伟哥吼，哪个歪来啦？安怎？敢有找到人啊？在我即马要去的路里，好，我去找看卖。这个吴珊珊真正有够戆的，带精神尔就随走出来。不趁这个机会把他收掉，我是要怎样做吴天成为他的查某囝？辉弟，你嘛倒遐尼久啊，就继续倒落去，永远拢卖起来。吴珊珊，找到你啊，哈！我亲爱的小妹，你就做你安心啊走。放心，你的一切我拢会接受。吴珊珊，拜拜。要紧吧？你安怎无，珊珊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永伟，珊珊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